因为我要去开箱 PS5。 有人讲他的 details 非常漂亮哦。各位观众， PS5 来了，真的青春。喂喂，这个 vibration 可以耶。然后你看一下， Oh my god， touchpad， 哇，超顺滑的。Yes， 我过了。嗨，我是可能，我现在超级无敌兴奋，大半夜哦，我都要出门，因为我要去开箱 PS5。 Oh my god， 是 PS5！ 我跟大家讲 ，PS5 现在超级无敌难找，一机难求啊！他那时候 Pre-order 一出的时候，直接给人家扫到完，现在连邀请都买不到。幸好我有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哦，从新加坡的时候抢到了第一批货，所以我现在要去他的家那边找他开箱。了，开车去 ，Go Go Go！ 拜我来了 ，Yahoo！Come to mommy！ 到了 ，PS5，PS5，PS5！ 先到我那个镜头的，嗨，看着姐姐，噔噔噔噔，完成！你有谁不要努力的来找我？游戏直播做有一点久没有直播了，现在是开箱一点点，直播一点点，然后直播带货一点点。OK， 大家去 follow 他。这个是新加坡新鲜滚热辣跑过来的第一批货，所以听讲是要4000多块。谢谢 Bell， 我感受到了 PS5 的味道了。味道香吗？香。我们非常兴奋，等着的就是 PS5 了，快拿 PS5 进来！超香的 PS5 主人在这边。我刚听阿彪讲呢，他们是也是还没有开过，然后就等我一起来拍这个开箱，所以其实是全部人在等着，就是在等这个 moment。很大很重，我刚才拿的时候超大，里面就有说明书，然后还有这个是电源，电源线，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很重的啦。这个是重头戏来的，就是大家很多人讲它的 details 非常漂亮。哦，看到了，你仔细看，哇 ！Controller 的手柄上面有很小很小交叉哦，啊，它的经典的那四个 logo 就是四角形、三角形、圆形还有打叉。听讲之前 PS4 是 micro USB，对，所以现在换去 Type C 啊，然后那个手感真的是很好。还有一个全名的，好像叫做 DualSense Controller， 这是 PS4 的 controller 来 PS5， 而且它整个那个肥瘦度都不同了，它的配色整个特别好看哎。可是 controller 你认真看的话，它是灰白到有点灰的那一种，里面还有一个就是 HDMI 线，这个是底盘。这个真的很小哎，这个到底顶不顶得顺的，像我们戴就懂了，会不会放下来就倒下来那种，我是不懂啊。哦，还有一个 Type C。这个你要小心哦，主体来了 ，PS5 本体，它比起 PS4 的包装哦来的大很多。各位观众 ，PS5 来了 ，Router。我们有 digital 版本跟 CD 版本，这个是 CD 版本。OK， 先讲外形先，它外形就是一个非常干净，是跟刚才那个 controller 的白是一模一样的白来的，就是那种白到灰的那一种。它很多小细节都藏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刚才我讲的三角形、圆圈、交叉那种 OO 叉叉三角形，都全部在这个 PS5 的那个面板的后面。旁边这边呢，就是它的 port 接口，有刚才的电源线啦 ，HDMI 啦，然后有一个 LAN cables， 然后两个 USB Type C， 还有这个大大的洞哦，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是 CD 版本 ，disc 版。OK， 现在是我们已经把它立起来的状态，就是长这个样，而且它是不平均的东西来的，它的那个形状是这样。OK， 接下来我们就是叮叮叮叮 Spider-Man。
来把东西电脑啦。这个 controller 这边是 touchpad 来的哦，你可以看到 screen 哦。OK， 我现在 set up 中，大家等我一下。OK， 这个 game 叫做 Team Asobi， 就是给你 test 这个 controller 一下的，就是它里面内置的一些小游戏啦。它整个是真的，而且这个震哦是很真实的那种震动哦。哎呦喂！它的 feel， 它的震感。喂，这个 vibration 可以耶。然后两个一起。Next 啊！哦，看镜头。哇！然后你 feel 一下。Oh my god！ Touchpad。哇哦，超顺滑的。这个是 motion sensor， 好像一粒球在转这样子，它整个其实它现在有一个小震动哦。Hello，OK， 现在它是可以，这边有 microphone， 你可以录音啊。哦，每一下都是有一些很神奇的震动感。39孩子们，你先按这个先，你先按这个 ，OK， 你再按右手边，你感觉到那个分别吗 ？Oh my god， 它会给你到你 exactly 的那个 comeback 那个反应，就是它有东西要这个。OK， 现在我们在模拟的这个是弹簧，它整个感觉就是左边哦，就是很紧的一个弹簧，右边是松的弹簧，它已经是尽量模拟到很像真实你的触感。PS4 的 4K 就是很不一样了，画面很真实。I can hit it。对，上一句，上一句。爬上，爬墙，爬上架。Yes， 我过了。它画面真的是很真很真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头发啊、皮肤啊，全部是看到很真实的。OK， 总结来讲呢，在试完了之后呢，除了特别香、特别鲜亮、特别你买不到之外呢，它当然也是有一些优点，不然这么它将好卖。那优点一就是 controller 真的是 PS5 是最大卖点。它这个 adaptive trigger 哦，是真的反馈超级无敌逼真，让你感觉好像你真的是进入里面，然后有一些力度上面的改变，比如说让你要大力一点的，要小力一点的，震动比较大的，震动比较小的，反正它就是给你很多不同种类的一个反馈。根据我的朋友不要讲，他讲真的是更加真实，比起上一代是好太多了，因为他是有玩 PS4 的人，然后他是这个是真实反馈。那优点二就是声音这一part，大家玩 PS4 的时候啊，或者玩 game， 大家就最在意就是声音很吵，那种 engine 一直在跑的声音。但是 PS5 哦，这次像我们刚才运行了大概也是有一两个小时左右的那个 Spider-Man， 其实你真的不大听得到什么噪音的，非常非常安静，而且温度上面也不会太热，我摸上去是稳稳的。那优点三呢，就是画面感上面，这次画面哦真的是超级逼真，这全部是因为 4K 的关系。其实我们还要再开 game 进去 4K 的时候，直接是哇，在地铁上面那种每一 part 哦，就是非常的真实，像个真人似的站在你面前，所以你们大家真的是要去买一个，然后只有你们才可以真正的去 feel 到我刚才在讲的是什么。那最后呢，就是价格，大家如果想要买这一台 PS5 的话呢，其实它价格有两种 ，Digital 版本的是1869，那如果是 Disc 版本的话就是2299。如果有兴趣想买，可以去到 www.myoneleo.com， 因为你现在一机难求啊，各位。它 pre-order 的一出哦，秒杀到完，所以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可能要等一等。这一台是我朋友很辛苦从新加坡才抢到的，有新加坡的一些楼帮才可以哒哒哒哒哒买到的，所以你们有兴趣也可以去那边买啊。
right？ 然后这边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们的 PS5 是从新加坡买回来，你们都记得不要 log in 你们自己的 account， 因为 Malaysia 目前还没有开卖。如果你 log in 你的 account 的话，官方就会知道你的不是马来西亚版本，然后他就会 block 你的 account 2个月。OK， 喜欢今天这支影片呢，记得给个赞，然后分享出去，然后看我的字。我是可能下次再见，拜拜。然后记得也要 follow 我的朋友叫做 Bell 看进来 ，follow 他的 YouTube，follow 他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不过我没有像他这样频率。好，拜拜，拜拜。